萨茂烟啊，就是那个 Phantom Pink Pot， 啊，跟 Jack Gaisa、李章热泉啊，还有呢，另外一个蓝色的热泉，还有24小时不断的在地上喷水的一个那个喷泉。好了，那当然我们到点的时候呢，准备一下你们照相机，做做运动啊，绕一圈回来。